大家好，今天开始第八讲量化策略交易风险防范。第一个问题经常会碰到，也是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说量化策略是否会失效。当我们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或者几个能让我们在实盘交易中赚到钱的量化交易策略，是否可以一劳永逸，是否可以就是一直靠它在市场当中源源不断的赚钱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策略是一定会失效，不管是多么完美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随着市场参与主体的变化，或者随着市场政策的变化，某些量化策略它就会失效。从赚钱变成不赚钱，甚至变成亏钱，对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股指期货策略。股指期货在2015年股市股灾以后呢，就被这个政府呢强行给停止了，也不能说是停止，就是说加了很多的限制，导致它的流动性大大减小，它的每次交易的滑点会非常的大。在这些改变以后呢，就导致很少有散户参与到这个股指期货的交易当中，导致了他的这个参与主体交易的主体就与原来有非常大的不同，也导致了市场这个行情的走势也跟原来有非常的不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很多赚钱的股指期货的量化策略呢都纷纷失效了，是吧？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说量化策略它是一定是会失效的，时间短一点而已，长一点而已。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在实盘交易当中要能够敏锐的判断出这个量化策略是否已经失效，是否需要继续用下去坚持下去，还是说我需要把它停掉。好，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策略失效了呢？那么根据，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方法哈，也许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一个第一呢是根据最大回撤来判断，就是它的目前的实盘交易的回撤，如果说已经大于在历史上最大回撤的150%，也就是 1.5 倍的话，我就会认为这个策略失效，对吧？那失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会是永久性的失效，对吧？第二种呢是暂时性的失效。所谓永久性的失效，就是说这个策略已经再也不可能让你在这个市场当中赚到钱了。第二种暂时性的呢，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呢，这个策略是没有效果了，是没办法赚钱了。那至于说以后会不会重新开始又能赚钱了呢？这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他后面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开始赚钱了，那他就又开始有效啊，这叫暂时性的失效。那么短时间的不赚钱，那是很难讲，对吧？所有的策略都会在短时间之内有不赚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撤期，对吧？好，第一个判断这个标准呢，就是最大回撤判断哈，大于历史最大回撤的 1.5 倍，那就判断它为失效。第二个呢是收益曲线的走势来判断，根据这个收益曲线的走势来判断。那我们就看下一张图，这张图这是我其中的一个策略在铁矿石上面的表现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五年来它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直到这个最高点产生于今年2018年的3月份。从3月份以后它就持续的往下走，一直到现在还在下降的趋势当中啊。那么我们如果说画一条线，通道线来看的话，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通道线。
那么这个通道线显然它已经走破了这个通道线，也就是说它没有继续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啊，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回撤，从这里到这里一个非常大的回撤以后呢，理论上讲它应该是继续从这里开始又往上走，那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策略的表现，但是呢它却是走破了这个通道线啊，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个上升的趋势不复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认为说这个策略在铁矿石上已经失效啊。那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已经把这个策略在铁矿石上呢也已经停掉了啊。那你说这个策略还会不会重新有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呢，我会持续的观察，持续的监测，这个曲线。是吧？如果说这个曲线在后面它慢慢慢慢会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对吧？又重新走回这个红线上方的话，哎，那时候我会考虑重新启用这个策略啊，或者说它啊突破这个峰值的左肩部的话，就是这一条线，比如说这里这个位置，对吧？这个跟这个红线也差不多位置，就是说它如果说能够突破这条红线又回到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会考虑重新启用这个策略，要不然的话这个策略就放弃了，对不对？你看它一直是往下走的趋势，确实不太好看啊。这个就是我所用的两个用来判断策略是否失效的两个非常好的办法。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啊，谈一下在这个实盘交易当中突发行情的这个止损到底怎么来做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啊。那么这种突发行情呢，在我们手工交易当中呢反而变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反应很慢啊，它没有电脑那么快。人还有很多这个心理的问题，感情的问题，所以他没有那么快能够对这个行情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而有的时候反而变成好事了啊。但是到底是不是好事，长期来讲也很难讲。但总而言之，就是即电脑它对这个突发行情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只要这个行情发展达到了原来程序中设置的止损点，它就会触发止损交易，对吧？就会直接发出一个止损单。但是呢，碰到一些突发行情，到底是怎么样来止损好，是怎么来处理？像这些行情呢，我想只要说经过一段时间交易的交易者都不会陌生啊。我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是股指期货在2016年的5月31号啊，它所走的一个突发的行情。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看一下啊，30分钟线，然后呢在6月31号啊，就是在这条绿线这个位置，从开盘以后就一下子跌到了跌停位啊，390个点一下子。那这个跌停位持续了多久呢？这一条线持续了不到5分钟，又立刻的被拉回来啊。所以说它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剧烈的波动，那相当多的程序化交易的这个策略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被打到了止损位啊，纷纷就是止损以后呢，大量的这种止损单呢就导致加剧了这个下跌，加剧了这个下跌啊。因为大家都纷纷啊，本来都是多单，现在纷纷全部把多单平掉啊，甚至有的呢再开出空单，那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下跌的过程啊。那么一下子300多点，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在
程序当中怎样来设置止损位，怎么样来规避或者说防范这种突发行情的一些风险，对吧？那基本上呢有三种方法，三种做法啊，这三种做法呢各有优缺点啊，需要我们自己去取舍。第一个呢就是峰值止损，就是说它的止损呢是设置在某一个价格上面，当你这个价格的变动达到或超过这个止损点位的时候呢，程序就自动给你止损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你止损了。这种方法呢它反应很快啊，就有一个峰值达到这个数这个价格马上就给你止损，反应相当快。但是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防范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瞬间达到跌停又拉回来的这种行情，在这种行情下峰值止损就白白的给损失掉了。虽然说后面它又拉回来了，你的持仓单多单可能后面还变成了盈利单，就像那天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天收盘的时候还是上涨的啊，所以如果你的多单一直拿着的话，到那天收盘的时候实际上是赚钱的，但是由于那个峰值止损呢一下子给止掉了啊。我有好两个朋友的程序就是这种情况，当天损失都非常惨重，是吧？所以峰值止损呢好处是反应快，但是呢坏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它太快啊，又不能够应对这些突然的下降又突然的拉回的这种状况啊。那么第二种止损方式呢我们叫均值止损，就是它不是在乎于某一个峰值，而是说它会参考几条 K 线，或者说我们说在一段时间之内你的价格的变化来决定说是否止损，对吧？就最简单的我们就均值，均值是比如说十周期，那看你在十个周期当中的收盘价到底是多少来决定说是否止损，对吧？那均值止损的好处就是说反应啊不那么快啊，它是看一段时间的一个行情，而不是说看某一瞬间的行情。那这样呢有助于防止刚才所讲的那些突然下降突然拉回的这种剧烈变动，对吧？但是坏处呢就是它的反应会比峰值止损要慢。如果说啊这个下跌这个行情向不利方向发展是啊一段一段一段往下走的话，那这个它这个均值的止损最后你的止损位可能会比峰值止损来的要大，那么所遭受的损失呢可能也会比峰值要大一些啊，这个是均值止损。那第三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了价格变化幅度与变化的时间啊这么一个止损，叫速率止损，就是说在一段某一段时间固定长度的时间之内它变化了多少。如果这个变化很快，那就说明它是速率变化，这个速率大；如果变化很慢，那就速率小。那我们根据这个速率大还是速率小来进行止损啊。这个呢，就是兼顾了峰值止损，也兼具了均值止损的优缺点啊。相对来说呢，它考虑的比较全面一点啊。这三种呢各有优缺点，那么就是说交易者呢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个市场的理解，自己对某一个交易品种的了解啊，根据这个交易品种的特征来做一些取舍，来决定说我用什么样的止损啊，也可以不用简单一种止损，也可以用几种止损把它做一个组合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这个需要自己去慢慢摸索研究来制定最好的最合理的止损的方案。下面呢我们来讲接下来一个，就是跟踪止损止盈的一个陷阱哈。那么这也是我们的风险之一，就经常说会碰到非常好看的回撤报告
一个交易策略，他可能用了跟踪止盈止损啊，那么他的回撤报告呢非常漂亮。然后呢，仔细去看这个策略里面呢，也都是非常合理啊，逻辑性也很合理，也不存在未来函数，不存在投价等等都不存在，哎，效益很好。但是呢，当你把它用到实盘当中去呢，哎，发现效果就是不尽人意，对吧？可能这个也困惑了很多刚刚开始程序化交易的一些交易者。那么事实上呢，毛病出在哪里呢？毛病出在就是跟踪止盈止损啊，它实际上是有陷阱的哈。那具体来讲，我们就看一张图，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哈，这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在黄线这里呢，我们做空就是突破前期的一个低点，我们就开始做空了啊，在黄线这里开工。那么随着这个价格往下走啊，那我们就开始产生利润。那么这个策略呢，它有一个止盈叫做跟踪止盈。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利润的最高点往回15个点我就止盈了。从利润的最高点往回15个点我就止盈了。那么在这个做空的情况下，就是说从价格的最低点往上走15点我开始止盈啊。到价格的最低点往上走15点我开始止盈。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从肉眼看也很容易看到，就是说这一条线的最低点、最低价格、最低价，就是我们开仓以后的最低价，对不对？然后呢，下一根 K 线呢，它开始往上走价格，那么从最低点价格往上走15点，我们止盈，对不对？一点问题没有。好，那最低点是多少呢？就是3132。3132。那么从3132往上走15点，我们就止盈。那么随着这里走到15点是多少呢？就3117的地方，对吧？就3117的地方呢，我们就止盈。啊，3117的地方我们就止盈，那大概在这个位置，是吧？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就画一下。大概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就止盈了，叫3117，大家记住这个数字3117。好，这个看起来在回撤的时候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如果说在实盘当中呢，哎，想象一下，如果说在这一条 K 线开始以后，它往下走，啊，走到了三一最高3140的地方，假设它往下走啊，走到了3140的地方，大概在这个位置。好，它没有继续往下走，往上走了。那么在当时我们的最低点在程序当中记录是什么呢？就是3140将是我的最低点。那么我从3140往上走15个点的话，我就会被止盈掉，对吧？那么3140往上走15个点是多少呢？那就是3155，对吧？刚好它的这一根 K 线的最高点就是3155。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说它走到这条 K 线，哎，价格下来走到3140的地方，然后就往上走，走到了一个最高点3155，那是不是我们就在最高点3155的地方就止盈了，对不对？然后呢，到了3155，哎，它又开始回落，又走，再走到3132这个最低点。那么事实上在实盘交易当中，我们已经在3155把这个单子已经止盈止掉了，对吧？但是呢，在我们的回撤中呢，实际上是看不到这个 K 线之内的价格变化趋势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只知道说这条 K 线最低的时候走到3132，然后呢我们会在3132往上走，那就是3147，对吧？我们会在3147的地方，止损，对吧？3147的止盈，3147的地方止盈。在我们回撤当中，我们会在这个箭头的位置是3147的位置呢止盈，对吧？但是呢，
在实盘当中呢，我们可能是在3155这个位置止盈，3147、3155，那这个八个点，对吧？那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实现的盈利啊，也就是是纸上的盈利是不能实现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跟踪止盈它会带来的问题啊，实盘的效果永远要比回撤的效果要差。好，那么这个例子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对吧？我才从这个位置开仓，开空，对不对？开空以后，这是焦炭啊，焦炭啊，五个点回调，五个点止盈，这开空。开空以后，随着这条 K 线，它价格一下子拉到555.4的话，我一直就有利润，对不对？然后呢，我回撤五个点止盈，那么回撤五个点呢是什么呢？回调，回调五个点就是从585往上五个点，那大概在590的这个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止盈了，是吧？那么那实际情况可能是怎么样呢？实际情况在这里开仓了以后，有可能是它第一次价格是回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又往上走，往上走，只要往上走大于五个点，大概在这个位置的话就会被止盈啊。所以说我们实际止盈点大概在这儿，那么理论的止盈点在这里590，实际的止盈点大概会在可能啊595甚至更高，因为我们确实我不知道这个 K 线里面它的价格是怎么走的啊，有可能甚至更高，对吧？但是最好的结果它不会低于590，对于一个空单的话，是不是？你价格越低你的利润越大，但是呢止盈的平仓的价格越高，你这个利润就越小啊。所以这两个例子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们，跟踪止盈止损当中是有陷阱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最大程度的规避这些陷阱呢？啊，第一个就是回落幅度不能设置过小啊，就是这个跟踪止盈止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设置的时候呢，回落幅度不能设置过小，对吧？我甚至看到过一些策略它的跟踪止盈止损止盈吧，我们讲跟踪止盈的幅度设置在就是最高点回落十个点，螺纹钢上面最高点回落十个点啊。那像这种这个止盈的设置啊，跟踪止盈的设置，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说因为螺纹钢十个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啊，在跟 K 线当中它是分分钟有可能实现这十个点的一个波动。那么这么小的回落跟踪止盈，那么在回撤上面确实是能够看到非常漂亮，它每次都是止盈在一个最有利的，非常就是说回落刚刚开始回落它就止盈了，确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在实际上在实盘交易当中，有可能这个老早就被止盈掉了，根本就没有做到我们图表上能看到那个最高点啊，在前面在某一根 K 线当中，它只要价格稍稍有个十个点的波动，你这个单子就被止盈掉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小心，而这也是一个陷阱，而且是很难发现的，很多人根本就看不出一个策略说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在回撤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很多人看左看右看好像都看不出问题，其实它问题就恰恰的出现在这里啊。所以大家碰到有止盈跟踪止盈止损的策略啊，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看一看啊，想一想这个幅度是否合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不影响策略运行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小周期的 K 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得我们这个价格走势呢尽可能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啊。比如说我一天的一条 K 线，你能看到的只是最高最低开盘收盘这四个价格，在这一天当中它价格的走势是先上后下，还是先下后上，或者就是一个上上下下一个震荡，你是无从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把它换成了小周期的 K 线，比如说换成了五分钟的啊，甚至换成了一分钟的 K 线，那它基本上所有的趋势它的走势，我们在一天之内的走势，我们是会非常的一目了然的，对不对？
所以说，第二点就是在不影响策略影响的运行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小周期的 K 线啊。那比如说，在接下来有一堂课当中，我们会剖析一个突破策略的话，那么在这个策略当中，我用了就是5分钟的啊，实际上我用小时、用日线甚至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我把周期就放小啊，越小就是在这种这个失真就是。价格失真的情况呢会越少，我们越能够看清楚它在 K 线内部的价格走势。是 OK 啊，再接下来，好，这个第四个呢，指数与合约的不同步误差，这也是在我们策略量化交易当中的一大风险啊。那么但是呢，今天呢我会不详细讲了，我会把它放到接下去的那堂课里面，我们再来详细讲，就是指数与合约，因为我们通常，对吧，在量化策略当中，做回测也好，做调试也好，等等，我们都是用的是指数，啊，某一个商品的指数。那但是呢，我们交易的时候呢，是不能交易指数的，我们必须交易那个商品的具体的一个合约，啊，比如说是1月份合约啊，5月合约啊，或者9月份合约啊，我们必须交易合约。那么这两个当中，它的数值是不同的，是有误差的。这误差就导致了我们的交易风险啊。今天呢，我就不详细再展开讲这些，我们会放到下一堂课去啊。第五个风险就是交易成本，对吧？那么交易成本呢，列一下，通常会有这些成本啊：交易所的手续费啊，期货公司的佣金啊。软件平台的费用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用TB 进行交易的话，那我们每次产生交易，那 TB 都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啊。或者你用其他的平台，包括文华啊或者其他平台，这个都是有费用产生的啊。有一些的平台呢，它是按照你每次交易的百分比啊来做提成，有一些呢是一个固定的年费，就一年你付给我几千或者多少钱，然后呢，就是这一年当中呢，你所有的交易呢都不再收钱了啊。第四呢，就是滑点成本啊，也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成本，就是每次交易你的滑点到底有多大，你的滑点越大，那你的交易成本就越大，对吧？很多时候呢，大家对滑点成本啊不是很重视，特别是一些刚入门的一些交易者，他对这个滑点成本不是很在意。那实际上，这个滑点成本对于我们交易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随着你交易的周期越短，那这个影响呢就越大。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交易螺纹钢，螺纹钢呢大概一手保证你3000块啊。那你如果说每次开仓和平仓，就是每次动一下的话，你的滑点呢？是一跳啊，那么你一跳就是10块钱，10块钱嘛，一开仓一个平仓，那么就是交易成本就是20块，就你的滑点成本就是20块。那假设你一周交易两次，我们不说非常高的频率啊，就一周交易两次，那么一年呢，总共52周，那么就是有100次交易，对吧？100次交易，然后每次交易呢，你多了20块钱，那么就是2000块，那么就是说。每次交易你多一个点一跳的滑点，那一年下来你就多支出了2000，对吧？多出了2000呢，你的保证金才付了3000，结果呢，你的这个滑点成本呢就有2000，那就是40%多，60多，是吧？这个还只是说你一个星期才交易两次的情况下，假设你一个星期你交易5次呢，对不对？那么这个滑点的成本都比你保证金还要高得多，对吧？所以说，这个滑点成本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一定要引起重视，尽可能的想办法减小这个滑点。然后呢，第五个，比如说云端服务器的租金啊，这就是服务器。我们运行策略的话，是需要一台电脑啊，这个电脑可以是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台电脑，可以放在家里的一台电脑。啊，甚至是一台随身带的笔记本，这都行，只要你能够连上互联网，实际上是都能运行的。但是呢，最最安全的还是把服务器放在云端啊，
因为放在云端，你很多事情你都不用考虑了，什么断网、断电这些问题都不用考虑了，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它也不会被偷掉，是吧？相对来说，它就比较这个安全啊，那么效率也高。但是呢，你去租用这个云端服务器，你就得付租金啊。那么对这个程序嘛，对这个服务器的配置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你这个租金，一般来说，我现在在用的话，一般来说，一台机器的话，一年要2000多块钱，对吧？那这也是你的成本。再接下来呢，数据费用啊。那么幸运的是，我们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免费的啊，不管是实时的数据也好，是滞后的数据也好，等等，都是免费的。这是我们国内交易者的非常幸运的地方。那么相反，在国外呢，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要钱的啊，除了那些滞后15分钟以上的这些数据可能是免费的。那只要涉及到实时的数据，实时到能够用来交易的数据，基本上都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的还是非常贵，有的数据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贵得多得多。那么这个也是数据的费用要考虑。那么再接下来就是税金啊，那么有一些交易呢是要交税的啊，在各个地方或者说不同的交易主体上有所区别啊。再接下来呢是心理成本啊，心理成本呢很多人呢是不引起重视，那实际上呢心理成本对我们的交易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心理的一些变化导致了我们做出了一些交易的决定啊，然后呢导致了不利的情况发生，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故事来啊。那么这个呢，也导致了我们的预计的实际收益不如我们的预计收益来得好。那么相对来说，这就是叫成本，这就是心理上的成本啊。那么这些呢，展开讲又可以讲一节课啊，那么就不具体展开。那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实盘交易当中会产生的成本，大家要引起重视，要尽可能的把这些成本能够缩小和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啊，最小的范围之内。那么第六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风险在于什么呢？就是软硬件的事故啊，我把它叫做事故，就是说它不该发生，但是发生了。那么事实上呢，这些事情呢，我全部都碰到过啊，甚至最近还碰到过，对吧？比如说软件的崩溃、网络的中断。停电啊，电脑呢死机了啊，还有呢就是忘记换月了啊，换月啊，换月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期货合约都会到期，有到期日是吧？到了到期日，我们就要把它换成下一个月的，对不对？下一个主力月的，那这个是要换。如果说你不换的话，在国内期货公司呢，他就会给你强制平仓了。就会给你平掉了，对吧？那么行情数据出错，也就是说你收到的行情数据，那台服务器呢是有问题的，就是行情数据的服务器有问题。结果呢，它发给你的数据呢是有问题的。那么行情数据出错了，自然你的程序也会出错，对吧？因为它看到的数据是出错，它计算出来的结果也是错的，那这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就产生。那么像上面所说的这些种种问题呢，在我们程序化交易当中一定是会碰到，对吧？只要是你是做程序化交易，就是一定会碰到。那么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事故呢，我们要做出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把这些事故呢防止到最小的程度啊。那实际上真的，我就最近就碰到过一次，是这个就是软件崩溃了，对吧？我呢又刚好在忙其他事情，结果呢软件崩溃没注意，有3天没发现，对吧？结果呢好，把前一阵子八月份嘛，8月份一波的盈利全部在那几天当中全部亏回去，对吧？因为软件它崩溃了。那本来呢我在适当的时候，回落的一定程度我就应该平仓的，结果呢因为软件不工作了。如果他这些仓位全部能没平掉，所以一直拿着多单，那么行情往下走往下走，结果呢多单没有平掉，结果把前面的利润全部都吐回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痛。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说啊，我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有这5点我们可以去做的啊。第一个就是租用云服务器，前面也简单讲到了，对吧？云服务器它不会断电，不会断网啊，不会被偷，是吧？除非你就发生非常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等等啊，那要不然的话，云服务器它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在这方面我们完全不用顾虑，对吧？所以呢，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强烈建议哈，租用云服务器，而不要自己弄一台电脑放在家里也好，办公室也好啊，那样的话只要一断电，一断网，或者说运气不好被个小偷偷掉了，或者说对吧，你的电脑的硬盘坏掉了，或者主板坏掉了，只要某一个地方坏掉了，好了，你整个设备就停掉了，就没法用了啊。等你修好又要段时间，这个可能会就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为了省事啊，我是强烈建议租用云服务器。那么云服务器的配置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这个呢就不具体讲了。如果有问题的大家也可以咨询我，到底应该租用怎么样的配置的云服务器才能够满足我们程序化交易。第二呢就是建立应急预案。所谓应急预案，就是说在事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要有一个方案啊，就是万一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怎么来处理，我哪些步骤需要跟进的。那比如说万一我的策略发现停掉了，那我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对吧？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个预案要有啊。我到底是该马上平仓把所有的仓位平掉，还是说我不平，我通过另外一个交易软件登上去看一看我现在的趋势跟我持仓的方向是否一致，对吧？一致怎么样，不一致怎么样等等，就是说这个预案要有，免得到时候事故发生以后啊，就是手忙脚乱，对不对？第三呢是建立监督报警机制，这个尤其重要啊。其实我也是在尽量完善这个监督报警机制，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策略停掉了，我真的自己发现不了啊，除非我就经常登进去看，但是实际上我是不盯盘的啊，策略在跑的时候我是不盯盘的，包括一些外汇啊或者国外的期货啊，它都是24小时在运行的，这个在做交易的，所以是不可能24小时盯在那儿看，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要需要有个监督报警机制，但一旦你的策略停掉了也好，或者你这个电脑宕机了也好，那能够收到一个警报啊，无论是短信也好怎么着也好，或者邮件也好，就是要有在短时间之内要你能够被告知说诶，这里出问题了啊，这个也是我在想办法尽量完善的地方啊，目前做的还不是太好，所以今年8月份那个事情给我的这个教训也是挺大的。第四呢就随时可以用手机登录账户进行操作啊，这个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一旦我的服务器出问题了，或者我的策略在这个运行的平台出问题了，那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机登录到我的账户里面啊进行操作，或者进行平仓，或者进行这个锁仓，或者说呢等等查询啊，或者进行查询等等，我要能够进行操作，以备万一啊，要不然的话就很被动啊，这个策略不能用了，然后都不知道怎么登进账户去哈，那么然后又去找密码啊，找这个账号啊等等，那这些呢都会在事故发生以后，在心情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会导致非常大的混乱，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设置好手机呢随时可以登录账户进行操作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关注交易平台的群信息啊，因为很多交易平台的一些这个行情错误也好，它的这个服务器的维护信息也好，时间表也好等等，它都是在这个群里面进行发布，那么你要关注这些群信息啊，及时得到这些这个故障或者维护的等等一些，及时得到这些信息，那么你做出相应的操作，比如说某一个行情的服务器它有故障，
那么你就需要手工的去把这个行情的服务器切换掉，切换到没有故障的那个行情数据服务器。OK，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下节课再见，谢谢大家。